其实这是一场误会，邦星导演并没有冒犯到我。医院的道德委员会终于通过了我的诉求，可以在近期内安排肾脏移植手术。你不需要什么都自己扛，你还有我。先让我说完，我喜欢你，真的喜欢你。攻心计，星期一晚上9点，八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Toggle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攻心计视频。本节目是由。